好怎么好好。晒得这么黑呀、哦，我是天生黑，我不是晒黑的哦。啊？哎，学长好。学长好，学哇，怎么那长，么多人？好好学好，长，学辛长，苦了是辛老苦师了。不是偷尿尿啊？啊，不是，我好刚解刚释一下，在用收手个机点啊。滴费啦。哦，那这是刚刚可有以电啊，可话。是我刚刚被你这个员工顶没有，顶住了，那是不你是？那你也来啦，田哎，学我姐，这个田学包姐，也是你们吧？两个，哇，你们两个，哎，哇，你们两个干你脆，们是一直被我吸引住啊。德华，你刚刚干嘛顶到我啊？底德在干嘛华，啦？德华哥，不你喜怎欢么那我么喜新欢买的顶香水人了，啊？舔阴茎。德华，你过来好一点像有好吗？啊，好德像有华，啊。我觉得危德华，险。你是他走路，田学你是男女姐，皆田可一吗？学姐，怎么那么怎么多人了？是吧？田学姐啊，是这刚刚有个人，他从山上摔了下来，我们有点担心，他是不是有撞到下体？您可以帮他检查检查吗？完蛋了！啊，你说我要帮他不好意买思，油我刚睡着了，请说，需要检查下体啊。哎，你德蛋华，蛋小心你先啊！给我医药费啦！哎，你们两个干嘛？多少你们钱？两个干什么？1000块。这个，你看这个床怪怪。1000块，贴一下，好的。学长，套学长，您套，先去套套，做个基本的检查吧。套套，我吗？哎，没有舔阴茎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有那您救治那个了。0.0送我啦。哦，好。换了名字啊、对这啊，床真的会吸人啊！是不什么？是？好了，收到阴了，茎谢姐换名谢。字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有，那个是我小名啦，乳哦，名，对。下次不要再饿到死掉呢，饿到昏倒呢。好，我会记住的。OK。你觉得你哪边痛吗？那我边，们你看一下他有没有破，蓝色的我吗？破了，我朋友。对啊，我你左胯乳下头痛不有点痛不啊？舒服哦，哇，这里哪里哪里？不痛学哎、欸。姐，就是这位黑黑的、哇，黑黑的已干经没石知特觉了先是生，吗？没有没有，不痛不痛，你不然说你他碰叫什么？一叫下。干石特是吗？干石特，干石是啊是啊。我摸摸看啊，我摸摸看，哎，不建议吧？哎，那还是交给你们他哦，会我跟摸学吗？妹去领枪哦。那个，好，来阴茎还你是摸，学妹你要看。好，我阴茎摸你摸摸看。他阴不是你摸他龙根看看。问一下，我的确是挺有兴趣的，好，我你们看先看看他完，我哪看完里再见走了好风了。景。他可能没知觉了，如果很严重的话，我等下去锅里看还有哪些蛋。啊，像我这样看，我摸一下哇，哦。哎，他的我要这样看才看得到啊，你这个有一哎点呦问题，太硬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龙根太硬，不太好啦。这表示不筋会太啦，硬，身体不好，你那、啊、都知你帮我道，弄一下就太可以，劳累了。有你帮啊，他我等一拉拉下再筋好帮不好？你。你帮他看他们拉开，我再帮你舒缓一下，有没有感他好像有点觉？上钩哎，你把有他啦，有，稍微下弯一下。有，我再帮他。哎，你这个，哎呦你这要摆往上还是往下，还是往左还是往右啊？往你的习上比惯。较舒服一点，好像还是上比较好，往上比较好。有啦，我再帮你排毒了，帮你把龙根就是筋弄软一点，这样比较舒服。哦，有，这样可以，哇、哦。哦，你这个平你常怎么太发劳出累这种声了哦。音？我帮你做个记录哈。你要哎呦，多吃蔬菜啦，好不好？你这个感痛觉好！是他胖等不下你太可以行帮我哎。全套一下吗？什么要出钱的呢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们可以等下在外哎，面是不是吗？怪这边太怪多的人了。啊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习惯啦，我常来啊。所以你也常常被那样子哦，哎呦弄哎呦，呀？我还没有这样过，我还没有好被这了，样子过。哎呦，哎，真的那你舒要服不要多去了。今天看看？对啊，我不你要，这个我不要。筋都他太昨天，硬了啦！他昨天有叫我我用学姐厉害哦，的我不要啊，啊！哎，我学姐学姐，不能没这样骑上去学啊！听说他厉害的吧？没有，学姐只你先是克制一下你的兽性。差点变全套啊！没有啦，我刚刚只是在试车一下啦，看我。然后把它弄的就是，然后就是有没有医事好成，啦？事成，事成，啊，这样多少钱事成。啊？这样子哦，这样子有点难算呢。我刚刚帮你做蛮多的。哈哈哈！那你把那个全他套也那是算一几下。节啊？你帮他算算看几节啊？那应该是用节算的啊。这个刚刚已经2节了，好不好？两节哇！了。啊，一节2000，这样都4000呢，4000块，那四千块，你那样要加钱呢？
我加什么钱？我刚刚就跟他说四千啦、啊。有了有了。啊，有了啦。四千便宜啦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啊，你是不是也想要？我不用啊，我不用啊，我大师说他没有排毒过啊。我不用、啊欸。你帮他排个毒啦，那个。你要不要？大炮要不要？我不用，我不用。厉害的，真的，你要试一下。真的啦。真的不用。没有啦，你我也帮他排过啊。你没有试过学姐的手艺，不要说你来过医院啊。说什么？你跳一下，你跳一下。有被排过。泡泡刚来的第一天就被我排过啦。哎、欸，这边这边，他要，快跑快跑！那个跑掉了。阴茎那个全要在外面是不是？啊、你要全套、哦，那我们找个隐秘的地方啦，不能让其他人看到我的那个秘技。这里好了，这里好了。天哪！我这里什么东西？这里门口我都在外面呐、啊。是啦，他在这里啦。学长，那咱们去警局吧。走吧，我们去领枪，去申请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也要去申请啊？走啊，一起啊。哎、欸，你们要申请什么？那个。我们要申请电疗。AED 啊。哦，那我也一起去好了，我也还没申请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啊、那你上我的车好了。学弟载我一下吧。好好，没问题。甘斯特嘞？这边啦，这里。谢谢。这里啦，甘斯特。没有啊，这边，这是大炮啦。可是现在警局会有人吗？因为我刚刚有到他们好像正在演习。我刚刚去演习场地就有人，所有的警察都在那边。啊，那他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先在警局等等看呗。看起来没有人哦。哇，第一次来警局耶。有警察在吗？哎，学弟啊，哪一位？不要乱进来啊！哎呀，这里别乱进来。我不由自主的就走进来了。你的双脚不听使唤是不是？对啊，怪怪的。还是你觉得很熟悉这里、啊？没有人在。您刚那是局长室呢，您怎么进来？学长，就晚一点吧。不知道哎。这恰好这都没警察在呢，那还是我传讯息给小副局长问问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传讯息给他好了，问问他们什么时候结束啊。刚刚田学姐手在抖的动作是哪一个啊？那个打手枪啊。可以问在哪里吗？跑掉了。我看一下啊。在手势里面，好好好，感谢。有一个叫 Coco 的。哎、欸，你们这两个人在做啥呢？你们这两个怪兽对打击啊，学妹。学弟不要玩了、啊，现在在上班，我们现在还没下班呢。好的好的。要对战。对战。哦，我想说我要用我的宇宙脑膜打爆你。好啊，不然来啊。来啊来啊来啊！来来来来来！怪兽队打击啊！我脑膜很强哦、啊。我没有，你们打。
要先对插，要对头。对对，头跟头要对在一起。我最喜欢看男生们互相对打了，往内互打。啊，准备了。你们插准啊！对到吗？你们这是对到了，对准了，对准了，对到了。哦，有连到了。对准了，开始。啊，你怎么是大变兽？你怎么打得赢我的宇宙脑膜？我这只是很有潜力的，不要放弃就有希望。学弟，你小心了。不够快、啊。哎，这个这还有在走速的。小心小心，你怎么也不哦？你怎么也不去打一打呢？对打只能一单挑啊。啊，学妹你没玩过，对打只能单挑啊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，没有办法三 P 吗？太妙了、啊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学弟想不到，你这只数值这么厉害吧？那当然了、啊。哇，想不到你的大变兽也是蛮厉害的、欸。居然不分上下，学弟。手有点酸。要不我们下次再分高下吧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淋雨淋的好久、哦。真的吗？好好，我们谈和吧。我还没使出，我每秒6.6下，好吧，没关系啦。让你们下体都湿透了。哦，因为现在下雨啊。行，那我们下次再来对决吧。你们这样太湿了，不，这次算平手吧。你们必须互相清洁一下吧。你果然是可劲的对手。学长，你们互相清洁一下吧。嗯，互相清洁是基本礼仪呢。清洁？是啊，就把那湿透的裤子给换一换了。那待会我们，你现在也很湿啊。我就是泳裤啊。我们先去。哎，警局回来，警察回来了吗？警察们都回来了。我要去避雨啦，快感冒啦。我把车停好。搞不好是偷车的。哎，你是不是偷车的？偷我们远景的车？我是。要不要先报警？副局长，有人呢。先报警吧。88号云鸟去。先报警吧，这乞丐居然自称副乞。啊，浩弟。他居然自称副局长。你要报警是不是？我就是、啊。你副局长。你副局长，啊、我还总统嘞。哇。哎，非法持有枪械啊！报警！报警！报警！这是副局长才有的。快直臂，直臂，快打！金色的枪，危险，危险！你把枪放下。你现在说什么我都相信啊！你把枪放下。相信啊！你说你是总统，我也相信。我就是总统。怎么办？学弟好像看到绿绿的东西。抱歉，抱歉，我刚饮料机卡钳，我很生气啊。远景啊，远景啊！等一下，这个饮料机坏了，这个饮料机已经坏了，别用，来不及啊，我已经投一千了，他都不给我。哦，那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那个局长回来了，哦，可以跟局长要是吗？他管好好好，那我不生气了，没事没事。学弟起来啊，这样不好看。我被勾拳啊，宇宙脑膜刚打我一拳啊。啊，抱歉啊，我没想到宇宙脑膜杀伤力这么大，我帮你包一下嘛。好好好，蹲下。那个请问局长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因为我们要申请、那個、局长回来在后门，待会就来了。你找他吗？啊，申请 AED。对，我们业务局是要来申请 AED 的。AED 是什么东西？那个电击器啊，傻瓜电击器。对啊，每个人都要吗？对啊，嗯，是啊。上次我还有刚刚那个一千块，我上次押到一名毒贩。他叫春哥，他身上有一把电击器，
都是你们医护给他们的。没有啊，不可能啊，我们怎么会给他这个东西？我确定有这件事情发生，好像是昨天晚上吧。副局长，我才刚来一天呢。对，你们可能看你们里面管事的有没有比较大的，要问一下。好，我帮你问一下我们的院长。那我们问问院长。对，因为之前电击器给你们用，然后好像有人乱发吧。乱发？好，我再回去问一下。我们问问。然后问话的部分，你行吗？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几次？啊，那你过来，那你过来，换我靠你，换我靠你。你看我干嘛？我们那个局长好像在下面在忙一些事情，你要等一下。有，好的好的，换我压你。学弟，不然我们再来对战一把吧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再一把吗？可是手很酸哎、欸。对啊。我看一下我的宇宙脑膜。好、啊，那你把它掏出来吧。你们怎么不是这样子啊？对，我们先对一下插头。等一下哦，我们准备好再开始哦。来，我数到三哦。先对，有对到吗？你们可以一起比赛。不行啊！你这个对的动作在哪里？你这个对的那个尿尿，这个是尿尿，这个是尿尿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这别离得这么近、欸，警察知道哎、欸，这个警员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警官，你有玩怪兽对打机吗？好了，手放下就开始喽、欸。等一下，还没。选一下哦，好了就放开喽。还没对到。好。关键也是发生什么事情。好。三，二，也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一。局副。我也不知道。他们在玩怪兽对打机啊。这是你一定会输。哇，你的宇宙脑膜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了吗？在这里干嘛？哎，这个先生，怪兽对打机，我们在对战怪兽对打机啊。你怎么还是用大变兽？先出去警局，不要要做这种事情，请在警局外面做，不要在警局里面。抱歉，我们是来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来申请 AED 的。等一下，哦，你好像是刚刚那个，這個、我要不要先去？我先去吧。我看到是口。我等一下把那个新进警。等一下，有一个新进警员刚刚在训练时候受伤，我等一下带给你们。等一下、哦。可你这样中年转职好吗？你做得来吗？欸、先让他去医院受检查吧，刚刚他受伤了。我下去了。你等等在干嘛、啊？我回他有好不好？下班吧。好，我现在回医院，你就说在路上就好了。我在很远的地方。先把制服换好再下班，你下次。那个六十二，你们有没有人去啊？六十二。小副局长跑了，他看到我就跑了，他做什么亏心事啊？我卡 bug 了，我刚看到是口哎、欸，他那个简讯传成全形啦，打开来看得到的62号，那个我没有接到哎、欸，我现在手机黏住了。啊，你手机黏住的话，你打开那个简讯的页面，如果你能还能看到那个回复有没有？你按个回复，然后随便打几个字上去。哎、欸，他们医护，那62有人去吗？先带这个。62木有，我车坏掉，要等修车了。那62我去吧，62我去。那好点，麻烦你。不套的警官应该。我现在卡住了，我先想办法回到医院。那你跟我走。睡一下再上来。你跟我们走。啊小心肝学长，那我们去救六十二号。哎，我要带着警员回去哎、欸。对啊。要回医院是吗？那我找个警员。好的。
老板娘啊，这就是我信任的兽医啊。等我一下哦。高的啊、他兽医早上兼职治人呐、啊。兽医啊，你要帮我讨回公道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刚刚不是很舒服吗？谁跟你舒服啊？那个院长的那个枪枪掷弹法，根本没感觉啊！你们去六十二在路上了吗？然后那个套套啊，套套，如果你的手机是关不起来，关不起来的话，你只能去给外星人调整一下。那是胖哥哥吧？哟，我成功关起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牛逼牛逼的没问题。要不要叫那个基金学姐来治他、啊？他比较会治男性啊。不要看他的蛋蛋正不正常啊。所以院长那个刚刚说是有没有人在医院的是？再通知一下那个医院松胶啊，他比较会治男性的。不用不用，那个阿星，等我一下，刚刚无线电太恐怖了，嘿，你刚刚只那个训练的时候伤到哪里啊？我那边加强检查而已。我那个不小心从高处掉落、啊啊。好的好的，脚摔伤了。好，那是不是有可能会伤到蛋蛋啊？没有，但在这一方面我真的还是很浅的资质、啊，我看不太懂。那、啊、你的腿的话有轻微的擦伤，很严重的擦伤啦。好，麻烦你帮我治疗一下。好，那我先帮你消毒打麻药哦。大家还要擦个药。慢慢轻点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喽。哎，这床会吸人，这床会吸人。这个床不要乱指，会把你吸进去。好了，要开始喽，要动刀喽。来吧。处理。哎，干什么？医院里面不要拿这个，我会怕。不是。好啦，只是很大面积的受伤，那现在包好了，那你在有空的时候再回诊，再帮包扎就好了。啊，谢谢医生，请问多少钱？我看一下哦，大面积擦伤是3000块，啊，打一些麻醉是1000块。这样一共4000。哇操！哇，你这收费比院长贵4倍啊！哪有啊？太贵了。好，慢慢走，你脚还没好。杨乐多，你躺一个吧，你找一个床躺着，我帮你找院长。我蛋蛋都不见了。你放心。没事啦，我在啦。躺这里吧。谁敢再拿你的蛋蛋？蛋还在，我就割他的蛋蛋。开玩笑，谁弄我蛋蛋，我就跟他。涛涛啊，你要去看一下我刚那一颗啊。好，等我一下。而且涛涛啊，你有人会在蛋蛋上写名字啊？你怎么可能在蛋蛋上写名字？你放心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蛋蛋的特征啊。你蛋蛋有什么特征？比较黑，还是皱褶比较多？这差不多跟茶叶蛋一样。看他的，阿林，我这样子，阿林，这是医院啊，阿林，不是。老板娘，我是病患啊。没关系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没关系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好，杨乐总，我们继续吧。哎，老板娘，这种事情在我家做，你不要在这大庭广众啊。闭嘴。我看到老板的手拿刀，你还是先不要讲话好了。你第二颗蛋蛋要不保，你小心一点啊！稍等一下哈。对，我第二颗好好的，你不要这样，还我的第一颗啊！不是，你要好好说话，你们老板娘在旁边啊。没有啊，我刚刚也只有我切啊，你们医院应该有那个记录啊，你找最早切的就是我啊。哎，涛涛，到底有没有一颗可以给他装啊？等一下，我刚被无线电盖过去了。阿林，你是不是？拿一颗健康的蛋蛋啦、啊。有人去吗？那你看他那样。不是，
我来。要等院长做手术呢。我们院长已经在路上了。啊，阿坤学长去了。去吧，这个我去。啊、如果要我们换的话，可能真的就拿个茶叶蛋给他了。对不起，我太近了，对不起。阿林，你不要那么生气啦。不是真的讲的，我现在只是个实习医生。你是在侮辱我的员工吗？不是，我现在只是个实习医生。茶叶蛋，阿林，你们再拿一颗茶叶蛋给他。这床不错哦。不是，院长是这么教我们的，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要不要叫你们院长回来？有啊，他在路上了，他因为修车卡住了，他在等修车的。今天最好是给他一颗健康蛋蛋啊，不然我就有我们有真正的那个所谓的真蛋，但是那个只有院长可以去动这个手术啊，我们其他人就只能装一下义肢而已。啊、所谓的义肢可能就是对铁蛋或茶叶蛋、啊。如果你没有好的蛋蛋的话，这边有啊。不是啦，这怎么能给？我还想要结婚生子呢。我没有出意外，我蛋蛋还好的。你没有给他一个健康的蛋蛋，你也别想那个、啊、结婚生子。不行啊，阿林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怎么可以？抱歉啦，害你成这样子。没想到你晚上会过来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不是啊，我一定要换石膏，哪知道。叫你不要叫人来，你骗我！我没有叫人啊！你就偷偷帮我换就好了。你看那些护士，是涛涛叫他们来的啊！你就说你专治，你是我的主治医师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因为其实蛋蛋没了，会啦，会还你啊！正在请院长回来了。哎、啊，那个修车的终于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你看我每次来都没有好事啊。可是我觉得医院的同仁都很喜欢你耶。喜欢个毛线啊，动不动就要割蛋蛋啊。啊，那是谁啊？杨乐多。啊，他有什么了？讨回蛋蛋的公道。真的是疯了医院啊，我来换石膏就说我蛋蛋熬成要切除。换哪一张？好了，姐夫您怎没躺好呢、啊、您被治疗了吗？是啊，今天这个病人比较多啊，所以可能会我的脚踝啊，脚踝有点疼啊。医生，脚踝有点疼，护士全部叫我帮你看一下，小光，我看啊，医生快点叫英英学姐回来、啊、看一下。好，你等我一下哦，让他去看小光的。他的蛋蛋好好的，一直说他蛋蛋有问题，你把人家蛋蛋摘掉。你问阴茎啊好好？你怎么问我呢？阴茎是哪方面专业的啊？他们医疗科专业的啊。点点院长要我帮你叫阴茎学姐回来吗？哎，没关系，我叫阴茎来，我叫阴茎来。涛涛说只有你能做这个手术啊。哦。帮他掰一下他的脚踝啊。拔掉是我在做啊，但判断是交给他们啊。他说要拔我、啊。可能有点痛、啊。那他装上去，你需要麻醉吗？学姐压着他。装上去也是我做的、啊，但要有人装上去，你知道吗？不需要。真的是我们老样子啊。老样子啊，院长啊，你叫阴茎学姐看一下小光啊，他可能有问题啊。我好痛，让我好好的伸展一下，啊、我立刻帮你把你的脚踝给摁回来啊。你姐小一点，田学姐可以回医院吗？你缝一下。小光，你要干嘛？我敲门了啊！医院有人找你啊。好，没事。谁呀？你先跟我讲是谁。院长啊。叫阴茎学姐回来。杨乐多啊，杨乐多说你把他一个蛋给拔了。好多了。点点，你起来走走看。哪有拔啊？那你起来，我乱讲。我你说坏死，叫我来检查嘛。然后我看他就的确是坏死，我就把他给拔了。对呀、啊，医生，你真的医好的高明、啊。好的，没事没事。他说想见你一面，你可能帮他排个毒，他就今天不晓得怎么。躺个30分钟。里面那个穿红色的圣诞老人。好。这个医药费不是就是1000块。学姐这里，你干嘛啦？好怎么了？阴茎他的蛋蛋、小光要割蛋蛋哦。没有啦，脚受伤而已，躺下就好了。我没有割蛋蛋啊，
不然那个杨哥说啊，如果小光愿意的话，小光可以分享一下。现在安全带没系内行，这太没有安全带了，可不太好啊。分享我是不算前点。院长别闹啊，院长。院长，我可以啊，那他的给我啊。小心，不行啊，我不行，我不给你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小心学长包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好好。什么蛋？小心学长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姐夫。好了，他有个新来的也是用茶叶蛋啊，穿着整身劲装的那一个也是用茶叶蛋的。哈哈哈！哎，我那个。医药费给学妹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医药费啊！我那一颗有没有治好了？你说啊，你说啊。我说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我去吧。姐夫，好啊，交给你。正常的。好，辛苦了。姐夫，你就从这张床躺到这张床，你是想做啥呢？不是我下不来啊。你说他叫姐夫吗？是。他是小光，哦，那是我们阿花学姐的男朋友，两个人都结婚嫁了，哦，还没啊，哦，要结婚了是不是？难怪肚子有点大哎，学姐，大你妹啊！你怎么可以说女孩子肚子大呢？这不好听。他在说什么啊？这个钱还没给我呢。好好好。医药费。哎，刚刚那个蛋蛋是怎样？你们现在开始蛋蛋是给了，给了。好的。没有，不知道。那我出院了，都伤到蛋蛋吧。啊，你慢慢骑啊，伤到不好啊。怎么可能会伤到蛋蛋呐？不是我哥的啦，我那时候只是。他们就是开车不系安全带，不小心摔下山崖，那好几个已经撞到蛋蛋来了。哎，好啦，那假设，哎，学妹，如果有多的蛋蛋，你可以把它冰起来。之后我觉得很多人会来抢找补蛋蛋。啊？大家都想来抢蛋蛋？对啊，有多的蛋蛋可以把它冰起来一下。有，刚才那个养乐多他那个被院长崩掉的蛋蛋，我们把它放在福马林里面了。